嚟紧你系咪想访问一下啊？许生嚟紧出碟嗰度点搞啊？呢、這个计划暂时就都要同喺美国嗰边嘅总公司，即系过去做 mastering 嗰啲啊？即系 mastering 嗰啲就喺日本嗰度做，喺日本度做，但系都要同美国总公司，譬如倾埋，譬如好似即系同公司其他歌手，即系Lady Gaga 嗰类，Bruno Mars， 即系我哋夹翻 Rihanna 嗰啲嗬。The Star Is Born 2就系你同埋 Lady Gaga， 咁即系因为 Bradley Cooper 死咗噶嘛。系啦，系咁仲有出年即系 Super Bowl 嗰个半场嗰啲咁，系啊系啊，同埋下一届世界杯，世界喺卡塔尔嗰度嚟。嗱，嗰个就我就觉得，因为个场地太热，我已经影响个声线，我考虑紧嗰种干啊啲天气。系啊，嗰个我需要考虑一下，我觉得自己做。咁另外拍百事嘅广告啊，嚟紧又要拍边个歌手咧？同可乐争紧，可乐争紧。诶，唔系而家百事同可乐都。应该唔会搞蒙牛争，我想我应该会同蒙牛签嘅机会系大啲。我想知道有冇朋友系听紧香蕉而又有去睇阿强尼？啱啱上个礼拜咧，阿潘元亮先生咧就开咗一个 show 嘅，咁就将好多啲佢自己嘅歌词咧，即系佢自己即系嘅作品咧，就啲歌词就去 tune 过改过，跟住之后咧就开咗几多场？四场嘅 show 咁样。咁咧阿强尼系其中一位著名嘅歌手，著名歌手。实力派，唔系而家好少人系行两边实力派加偶像派，佢行到。其实我都偏向行偶像嗰面，实力嗰面。但系即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佢话行偶像原因系咩咧？经理人叫佢谦啲，实力嗰啲佢尽量唔好话太过锋芒，系冇摆咁出，尽量都呢几年行实嗰面都攰啊，行得耐都攰，系想要放要转转嚟。想话你喺屋企种下花啊，凑下仔啊嗰啲阿宇啊嘛，因为好似新年第一次见你啫喎，系嘛？系啊，谂下谂下，我今日未俾利是，我今日凑个仔放学，我有谂过睇下撞唔撞到佢啊？见边度啊？点解咧？凑仔放一定喺学校嘅，绝对唔会话喺机铺或者鸡斗嘅。可能啲细路而家好中意打机嘅，知唔知啊？咪就凑仔翻屋企打机啫，都系。系鸡斗方面又点咧？咩市况啊？而家当唔当做啊？好唔好？好唔好捞咧？喂，嗱，咁咧就虽然新年第一次见阿鸡比啊，咁但系强尼就唔系啦。誒唔係上個啦，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呢一個組合咧，全男班咧應該就係豬年嘅第一次嚟噶。咁所以咧，若果你話你想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任何嘅問題，無論係你啲感情嘅事啊，啱啱發生嗰啲咩事啊，元宵又好，情人節又好，或者總言之你自己啦，有啲咩想即係攞攞攣打嚟傾下，攞下意見，又或者係婚姻嘅問題啊，工作方面啊，學業啊，事業啊，即係任何嘢啦。嗱，事業啊嗰啲咧就阿雞比喺度，即係無論你知啦。過年前後就好容易就會有人轉工、離職啊、轉工啊、揾新工啊，變化嘅時候係啦。咁又或者唔知點解硬係覺得份工可能係咪過年多數出雙糧或者係 bonus？ 過完年可以出 bonus 噶啦，通常都因為我唔係做嗰啲工，我就真係嗰啲花紅嗰啲咧。通常會有啲人咧就開始會覺得嚇。點解我隔離嗰個 bonus 咁多？點解我得 this 咁多啊？之類之類啊，跟住又開始喺度自己喺度揾理由，就係、是、唉，不如唔好再留喺度啦，喐一喐啦，魚唔過塘唔肥啊，之類之類。總言之，任何呢啲關於工作嘅嘢，有雞鼻喺度，你就可以打電話嚟傾嘅嚇。其他嘅問題都可以打嚟，電話就等緊你哋噶啦嚇，18722966或者18722977。無論當然啦，我啲老闆們嚇睇緊呢一個白 app， 聽緊呢個白 app， 或者用 Facebook Live 睇緊咧，都可以打碼嚟嘅18722966或者18722977。而家全面開放，講任何嘢都得，打電話嚟吹水都得，就係、是、我。又去睇下强尼唱歌啊，或者我上个礼拜有睇你哋咪后讲啊，都可以打电话嚟嘅，纯粹倾下偈嘅啫，我哋都一向系欢迎嘅咁样样。同埋你讲咧，头先你话揾工呢角度咧，我突然间谂多样嘢，即系头先你讲，即系有季节性啊。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一讲揾工啊、转工咧，好似就永远都企咗喺嗰个打工仔角度谂。当然打工仔个比例永远都系多个老板好多，但其实即系你都系老板啦，你两个都系老板啦。即系其实老板咧都有冇啲季节性嘅烦恼，譬如新年后嗱，讲真，新年前咧，以前我都成日见啲人要扑水嘅，即系年尾要出好多钱出嚟。
咁呢啲就自己財政點處理。但如果人事上會唔會新年後其實係愁嘅咧？即係可能突然之間即係有幾多人話要走啊，但係請人又唔係易。我唔知嘅，僱主會唔會都有啲季節性嘅苦惱啊？我谂又佢好少可会谂嘅呢啲位置。我哋两个行业又唔同喎，啊 Ben 就餐饮嗰啲啦。咁餐饮我自己觉得嗱，我自己都有少少参与喺餐饮度啦，投资喺嗰度啦。印象就系其实餐饮嘅长期流失率系长期流血噶嘛。嗯，系啊，即系好似女人 period 咁，佢由朝流到晚。我听日咪要翻去见两个咩咯？系啊，两个。哎呀喂，好唔好意头呢个嘢，即系听日见到系窝我，唔系因为有系啊，餐厅会有两个新经理离职，唔系离职，咁就要见新人啊嘛，哇难请到癫，系难请到真系癫啊，唔系一般难请。其实系咪已经唔系钱嘅问题啊？唔系钱嘅问题，完全同钱冇关，辛苦，因为价咧就基本上行内就咁上下就咁工价，系啦工价，咁多数佢哋会拣。如果真的想找工嗰啲啊，真係想切切實實做份工嗰啲咧，就會揀邊份適合自己多啲，即係即係我想做日本菜定係西餐定係中菜咁嗰啲啦，或者啲時間啊，有落場定冇落場啊，呢路路啊，地區啊。而家我真系呢个系我今时今日仲未可以 100% 接受到嘅，我明白，但我未能够完全接受，就系地区真系咁关键咩？即系近啲系啦，即系地区系好紧要。咁个应该都系喺楼下做翻香港转啦。地区譬如我哋做猎头嗰啲咧，即系搵啲公司管理层啊，或者甚至乎即系 office 里面嗰啲职位咧。我做咗成差唔多15年咁滞啦。十几年前咧。真係地區唔會係一個特別大問題嚟，即係你問人揾工，譬如你講個 opportunity 俾佢，喂，譬如你住屯門嘅，住天水圍嘅，咁你個如果一個好嘅公司，好嘅機會，又有好嘅加薪，俾你去到可能係將軍澳咁，你使唔使啊？將軍澳又或者鰂魚涌，以前咧啲人係會依然係認真考慮嘅，但係而家我覺得今時今日咧，唔同嘅階段、唔同嘅 level 嘅人，特別係新一代嗰班，係對 location 嘅選擇咧係敏感同埋奄尖咗好多嘅。第二樣嘅就係話，甚至乎可能有時唔係遠定近，係感覺個 image。即譬如你話，喂，當我又係住屯門嘅，但係今日係要去。觀塘啊、九龍灣啊、荃灣啊，佢又覺得，咦？依啲又唔係嗰啲最主要嗰啲，即係唔係喎？九龍灣而家都勁嘢啦，其實係 upgrade 緊噶啦，但係可能好多甲級，好多甲級嘅係啊，其實好多嘅。但係個問題，佢哋可能依然仲停留喺有啲 image， 覺得始終都可能中環咧、啊，係要中環啊、尖沙咀、銅鑼灣啊嗰啲咯，上環啊嗰啲咧。咁所以我覺得依個係近依，我覺得五年。最明顯爆咗出嚟嘅，係因為我哋而家，就算我自己喺公司都係，我哋用嗰啲 software， 用啲系統去管理嗰啲即係求職者嗰啲，因為求職者眾多嘛，我哋用啲系統去管理啲 profile 咧。以前我哋係見人嘅時候，我哋好少會問佢住邊嘅，但係而家幾乎10個有9個咧。我都一定問咗，喂，你住邊區嘅？咁變咗方面，我哋第時管理佢有啲咩職位，有啲咩公司咧，喺邊度，我哋早啲同佢講咯。即係費事去到臨門一腳啊，咁遠㗎？先至會先唔係咁遠，去到佢話個客要請佢啦，之後來請我啦，出埋 offer 啦，出埋人工啦，都係唔嚟啦。諗諗下都覺得真係個地區遠，係啦。系啦，我哋宁愿去早啲唔好讲，早啲讲咯。咪就系咯，所以我呢啲 case 多咗好多。其实好麻烦啊！我听日喂，如果有人想见工出声喂，喂啊，你招聘一下咯，而家你自己身边嗰啲咧，有人想做尖沙咀寿司店嘅楼面工作啊，主要系楼面啦，主要楼面工作啦，即系边个职位唔讲啦，惊人惊啊！听到应该唔系总裁就系 CEO 嗰啲啦，嗰啲噶啦，大佬嗰啲啦，系啊，今时今日喂，今时今日冇低呢态度噶，唔通我咁请企堂啊？唔系咯，一地呢态度噶啦，而家。总言之就系楼面嘅行政总理啊，主管啊，系啊，行政总统啊，诸如此类啊，嗰啲咁样，你自己打翻唔系打翻嚟冇用噶，你PM 我喺我个小弟嗰个 fan page 嗰度啊，即系 Ben To 杜俊斌嗰个 What 嗰个 Facebook 嗰个 fan page 咧，想揾工啊，想成啊嗰啲，你去我个 fan page 嗰度问我啦。如果想做餐饮嗰啲啊，咁啊的而且确听日要见工，其实喂大佬啊，都带住战战兢兢，我未见过40几岁，去见嗰啲20岁啊、10几岁啊嗰啲小朋友，我个心都谂住，唉，即系带住一个战战兢兢嘅心态，就系点咧？点算？又会有咩服嘅咧？因为好得意，我都未。
我淨已經抌咗上去幾個禮拜啦，有嗰啲咩 recruit 啊，有剩嗰啲咧，打電話嚟可能唔夠十個咁啦，嗯，得兩個見到，得兩個聽日見到，其他嗰啲咧甩底啊，嚟都唔嚟啫 ，no show 啊，改時間問佢幾時，佢幾時得閒啊？我諗下先啦，得閒再話俾你聽。黐线嘅，系啊，好多呢啲啊！你咁啦，如果你咁样答我，你就算话俾我听，我听日得闲嚟见啊，我都唔敢请你啦，都唔想见啦。唔系啊，我中晒，都不断，我谂唔单止我噶啦，好多做餐饮都中伏噶啦。就算系请，因为请四十几岁噶啦，男人，哇，疯狂射波两个，两个，真系得闲就射下波，得闲就射下波。一定要划死边几日放假，睇下有冇得走盏唔得噶。点解？惯咗啊，即系嗰。喂，大佬，咁唔好做餐饮啦，黐线噶系咪先？我真系好夸张，我见唔少。唉，即系而家系令到咩咧？令到我觉得好似可能好偏啊，嗰个咁样讲啊，可能唔够 reasonable， 唔够合理，唔够公道。我惊我讲得唔够公道，但系我自己个人嘅观感就系唔系正常人死晒啦？即系唔系啊？正常会揾份工有责任感嘅咧，我十个都唔见到一个，有嘅唔系冇啊！我铺头都有，但系唔系咁多咯。嗯，但系俾人即系俾人线啊，开头见嘅正常上嚟到做到咁上下，叫知有福啊！嗰啲好多。我觉得咧，而家同现今嘅年青人嘅谂法嘅改变有啲关系啦。即系你哋请嘅都系一啲好稳定喺固定工时、固定地方出现嘅一啲工作。系啊。我发觉而家大部分后生仔系中意做自由工嘅多，真嘅、嗯。即系譬如嗱，我自己经常都会请一啲真系 team 啊，真系或者嚟做几日嗰啲咧，即系我哋做 event 啊，做嗰啲咧 ，project base 嗰啲系啦。喂，三日做 helper， 即系做咩？我又成日都会遇到啲 OK 嘅，即系但系佢只会俾嗰几日你，但系嗰几日咧佢嘅付出，我认为会超乎我嘅想象嘅。譬如 even 有阵时揾啲 helper， 叫譬如上次去冲绳嗰次啊，揾啲年青人嚟帮我手，佢会做喂帮你揸埋车，即系佢会几多，但系我 feel 到其实年青人而家佢都几有热诚做嘢嘅，但系佢一定要做啲佢认为自由。佢唔，我覺得就而家都嗰啲唔係好想做寫份工。嗰幾日我做呢樣嘢，我又好投入，好熱情咁做。跟住之後咧，可能我去一個禮拜旅行先，跟住又再做。所以咪多咗好多叫 slasher 啊嘛， yes， 大家都想做 slasher 啊嘛，錯係咁樣佢個 feel 好啲啊嘛。對我嚟講咧，我就覺得佢哋做啲所謂有 feel 嘅嘢，一冇 feel 嘅咧。是一定攤咗咁樣嘅，攤、嗯、下攤下咁樣嘅，係啊係啊，唔係淨係指年輕人啊，所有我見嘅，所有人啊，其實整體啊，我自己覺得咧，我間鋪咧 ，sorry 啦咁講，樓面咧係老化啦，即係年紀嚟計，以樓面嚟計，唔係好似當初想象咗、嗯，但係老化，即係但係就算係上咗年紀嘅都係咁啊，係啊，即係當時你幻想啲樓面都係三上有瓦，都係嗰啲啦，即係或者係同一屋檐下嘅走井法子啊，而家走樣法子啊，中菜葉子啊嗰啲咁樣成批喺度咁樣，瀨曬嘢，咩事咩事，仲要冇乜女見工嘅，同你講冚唪唥老嚟嘅老啊，唔係仔啊，仔都恐怖，仔真係恐怖啊！可以多啊，可以无端匿咗喺厨房后边啊 ，store room 咧，即系摆嘢嘅地方啦。收埋一阵，唔见咗佢半个下昼，跟住佢喺里边揿紧电话。你一见到佢咧，个白即系个白揿一揿，我话诶，胃痛，点啊？真系可以咁样讲真啊？真实经历啊，真系好难，你好难令到我唔灰心啊！咁你有咩反应，同埋你点处理？我好想知道你唔舒服翻屋企。嗯，我只可以咁讲，唔舒服你翻屋企休息下啦。唔系好正常啊，啱啱先，唔系点啊？我又唔系医生，我唔知道你系咪真系唔舒服，我唔可以你话你唔舒服，我唔可以逼你出去做继续做嘢噶嘛。咁但系、嗯、当然之后我会话，下次如果真系唔舒服嘅，你讲声就唔使自己匿埋痛，匿埋咗半个下昼，我唔见咗佢。我觉得嚟紧匿埋痛嗰个系你咯，我唔系啊，我系张扬地痛，张扬喺铺面痛啊，我唔知点样，唔系嘅呢个咁当然。我都见有啲即系有黑嘅，但系普遍好似头先强嚟话斋咯，做某类型要具好大使命感嘅工作咧，反而你就容易啲见到有黑啦、嗯，跟 show 啊，嗯嗯、拍嘢啊，短期啲嘅啲嘢系啦，无论系短期还是系嗰样嘢咧，
嗰樣嘢容易見到容易見到成績。嗯，即係佢呢頭拍完嘢，兩個禮拜又剪曬出嚟，覺得哎呀，我真係拍得唔錯啦，哇，我真係剪得叻啦，咁又唔同。做完個 show 覺得，喂，我冇甩漏啊，之類之類，即係嗰啲快見效嗰啲。即係 routine 嘢啊，係難揾到有熱情有火辣。難啊，真係難啊，辛苦嘅。但係 anyway， 又或者我個小意見喎。咩啊？我發現一樣嘢，好似頭先強力腳啊，一來咧，其中之一啦，即係好似頭先強力講話，而家啲年輕人中意。炒下散咧，即係可以同一時間一個月裏面又賺到錢得嚟，又做唔同範疇嘢咧。反而我覺得好多時候，你哋譬如餐飲又好咧，揾人都係話喂，一定要人有相關經驗，有個假設噶嘛，係咪啊？我試過啦，但其實我覺得乜嘢都試過噶啦，冇經驗嗰啲會唔會諗咧？我乜嘢都試過啦，都話都係咁，真係噶。你知唔知坊間即係我哋行內叫蛇頭，即係真係佢就 hold 住一扎叫蛇仔。咁即係嗰啲就專炒散嘅，無論有冇經驗都有，咁我問乜嘢都試下咯。哇，真係睇數咁睇噶，唔同你講玩嘅。你頭先我話匿埋胃痛嗰個咪冇經驗嘅咯。系啊，真系惨啦！睇医生我谂会有经验。有冇试过考虑下？譬如有时有啲少数民族嗰啲得唔得啊？我反而觉得咧，唔系我想唔想啊？冇人嚟见啊！唔系我想唔想嗰啲蛇头楼下系冇少数民族噶？我冇所谓噶。广告嘅时候，中文，我觉得你可以试下少数民族，你用英文。咁你嗰啲要，咁你要识用中文 serve 先得噶嘛？因为九成客都系讲中文噶嘛，大佬。如果你唔识讲中文，我点 serve 啊？不过肉子嗰啲咁样，哦，系咯，人哋他妈个，你以为你自己系尖沙咀翻工咧？你以为个个都系有英文嘅咧？唔系噶，好多啲。香港人又好，中國人又好啦，佢哋唔曉講㗎。點解咧？因為落實台嗰度咧，我有朋友喺個開餐廳咧，佢哋專登做個格調出嚟㗎。你俾我開酒吧，你俾我喺嗰度開餐廳，我都請鬼妹啦，定唔會請鬼佬啦？請鬼佬就企喺個吧後邊，靚靚仔仔咁啊，熬啲仔人走啊 ，bartender 啦，係咪先？咁嗰啲酒吧嚟啊，大哥啊！揀啲尼泊爾人，但係可能識少少廣東話啲得唔得？即係點啊？我個人印象，我覺得咧，佢哋會比較穩定好多咯。即係例如。就啤 loyalty 高啲啊，啤酒嗰啲咁，好难噶，唔系唔想啊，等啦，等啲有客嘅人嚟啦。呢个世界做食肆嘅、打工嘅又有客，开铺嗰啲有客噶。你睇下我早两个月话咗阿贤噶啦，我好记得噶呢单嘢，我记得噶，我都知，因为点解我哋跟到足噶嘛。我每次有经过，我成日揸车经过嗰度噶嘛，即系譬如我佐敦翻屋企后必经嗰路，我每次都睇啦。食宵夜嗰时系嘛？唔系，我哋经唔经？你搵唔搵到？我知边间，你大概知边间系咪？投注站隔篱咯，系投注站，但系大埔附近。因为门口停到车嘅，即系好夜你先停到，因为佐敦道好旺嗰度。咁、啊、我每次都经过。就算你屈入去嗰啲阿加百加士街，成日都好难停车噶。佢最近嗰条已经系即系官涌嗰条街。嗯，嗰条街都平时都即系如果六七点都系满晒嘅。哇！佢净系塞车嗰条街黐线嘅。嗰条街停到啊，嗰条基本上。